是因为在阴道最深的地方，所以基本上并不是每一个人的长度都可以到达。那你们听到这句话是不是就要感到害怕了呢？你看，还不是说什么越长不是越好吗？你不是长度没关系吗？ A 点高潮的女生大多都是比较来自于得到的快乐感，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达到呢？那当然就是借由那个高潮的强度是最强